这一集呢，我要画的，我们上一集画过了奇亚，这一集呢，我不打算画小姐，当然我也不会想画大姐，就那个头发。OK， 我今天画的角色是拿着铁链，有红色的眼睛，不是佐助，是一个被困在船上的人，没有错，就是库拉皮卡。而且库拉皮卡有个我觉得蛮适合讲的事情，就是我为了做这一集查维基百科，发现富坚他还没给他正式的一个性别，所以他现在很多人在分他到底是男生派还是女生派。我觉得是男生啊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画吧。